即将解一个暴利单品单页网站项目和 SEO 策略，每个网站月收益1000到3000块钱，每个人可以搞10个。单页面网站的特点是上手容易，无需更新，无需每天更新，10天半个月更新一次就可以了，甚至长期不更新，基本上只用首页的排名啊，成功的把握很高。收益的主要是每个网站目标收益是1000，1个月是1000到3000块钱，每个人搞10多个小网站是非常轻松的，成本很低，可以利用二级域名或者是现有的服务器，零成本来搞。这是课程的目录，包括文件和插件啊，还有这个案例选品，选品是最核心的啊，选好了的话是赚钱是非常轻松的，还有其他的这些网站的操作、插件、内建的优化啊，还有关键词的设置、SEO 策略教程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这个是需要专用播放器的，就是这地方下载播放器就可以了，然后输入这个账号密码就在这里面啊，账号密码，然后打开这个视频，大家来学习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。比如说是，暴利单品啊，或者是单页网站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